现在已经秋天了，怎么还这么热？呆子，不要说废话，赶路要紧。我们没有走错路线吧？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样的热呢？师傅，你看前面那不是有一座房子了吗？我们大家进去休息一会儿，好吧？这个地方名叫火焰山，周围有几百里的火焰，一根草都不生，一年四季都是热的，就是铜头铁背要经过那个山也得融化成水。哪有这种事？师傅你请放心，我们山里人都有法子可以过去。师傅我去看看好吧。
边的火降大。这个五姑从哪儿来的？你看这有一千多里的路，有一位铁扇公主，她有一把芭蕉扇，一扇呢火就歇了，两扇呢风就来了，三扇呢就下雨了，我们就从这个时候播种收割。不过要请那位公主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她住在什么地方？她住在崔云山芭蕉洞。是她一个人住在那儿吗？她有没有丈夫啊？她的丈夫是牛魔王。啊，原来是老刘。呆子，你既然认识他们，跟我一块去借扇子去。我知道老牛不住在那儿的。在他男人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们去找他的女人，这有点不大方便吧。你们两个人去吧。我在这伺候师傅。吴静，你也跟你两个师兄一同去吧。Thank you.
边有一个水悟空，要来捡芭蕉扇。啊！快拿我的剑来！
娘，你被那个婆娘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原来，原来，呆子，现在送给你去了。我不去，我要是被他一删，简直就认不得回来了。还是你再去一趟吧。不行，不行。下次轮到你，可不准再偷懒了。
就出来了。
是枉然，我素来不愿意你多杀人，我们再想办法。Thank you.
从芭蕉洞来找牛魔王的。快跑走！哎，你出事，你慢点走啊！Thank you.
哦，夫人，那真扇子您放在什么地方？那猴子花样很多，而且那猪八戒本事更大，当心给他们骗了去。宝贝不是在这儿了吗？大王，你出声讲什么呢？还是收了吧。小宝贝，宝贝，你多喝一杯，你喝呀。哦，这晚上金龙大王还要请我去喝酒呢。那你就该去了。哎，是的。你去替爷爷把金经咒牵出去，预备好。是。可是你今儿个晚上去要少喝一点，免得回来睡着叫不醒你。不好了，爷爷那个金经咒不见了。你们全都是死人吗？家里头的东西怎么会不见了呢？宝贝，不要管他们吧，恐怕是拿猪八戒偷了去了。说不定我要到芭蕉洞去一趟。啊，原来是你们做好了的圈套。你还是要到那个不要脸的女人那儿去。啊，好宝贝，你不要哭了，我去去就来的。哎，来来，喝喝喝，哎，喝喝。哎，我现在放心了，不怕他们偷我们的宝贝。哎。他们就是偷了去，不知道把那丝线一拉，三十一颗珠子也没有用处啊。哎，是不是那么一拉就变成扇子？大王，你真是喝醉了，自己的宝贝都忘了，还来问我。娘子，你看看我是谁？啊！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唐僧的二徒弟，猪八戒。对不住，谢谢你打搅了。再见。Oh.
公主，并且还做了我的半天的老婆了。这个凭你了你的。哎，扇子拿来给我看看。也不小了，希望各位也出些力量，跟小徒们共同征服牛魔王，消灭火焰山，免除永远的祸患。我们遵从师父的命令，为大家谋幸福，大家一起出力去。好。
再去一趟吧。